太极不再难。大家好，我是纳太极。今天咱们学一式养生桩的站立姿势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两个脚尖平行向前。我们把两个手虎口相交，叠于腹前，松静站立。当我们站好之后，从上到下依次调整我们的身形和放松，要做到头部向上轻轻的拧起，面部表情放松，上眼帘微垂，下额微收，松肩沉肘，小腹放松，两膝微弯，保持松静站立的姿势。在站立的过程中，我们要保持两个标准，一个是要站得中正，一个是要站得轻松。那么怎么样判断自己站得对还是不对？第一个是让我们的腹式呼吸自然而然地发生，第二个是我们的身体出现温热的表现。那么如果出现这两种改变，证明您是站对了。好了，养生桩的要点就是这么多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别忘了点赞收藏。